是有很多的贵宾长官云集之外，最重要的是金光闪闪，对不对？在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们的金银珠宝，我们的金饰，在我们的周边呢，都有做最棒的展示。展示的这一组我们的金饰呢，是我们的京都美人，那么是我们的山茶花系列。以山茶花象征理想的爱，简单的造型线条呢，搭配最新的流行设计。为各位展示的是我们的百年好合结婚套组。接下来为您呈现的呢是幸运草的蝴蝶系列，此套设计让新娘打造母亲节的十朵的黄金康乃馨。现在看到呢，时尚秀的珠宝金饰作品都是由我们新北市金银珠宝业者所提供的。我们先给我们新北市的金银珠宝业者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？谢谢各位提供了我们城市标示最优质的金饰商品。请我们的长官来致辞，我们说几句话。各位晓得，新北市政府现在对传统产业非常重视，我们一系列的来帮助新北的传统产业做创新。所以我们的总主题叫做传承创新，可是新北金银珠宝行业啊，要让它做到创新呢，我们大家讨论的结果非常的重要，从城市标识开始。为什么从城市标识开始啊？因为城市标识啊，对金银珠宝业特别特别重要，能延伸到所有的产业，创新它就是标识，就是价值的区隔。那新北市因为早期贵金属的提炼技术的不足，造成当时市场上销售的一个价格的紊乱。那这样的话，造成消费者对贵金属，尤其是铂金、白金的方面，很大失去的信心。那经过我们的了解之后，最重要的标示，有标示的金饰呢，都可以来做选择。是标示的金饰的话，都是最优质的，我们只要挑选有诚实标示。在金饰工钱呢，我们有全面一个95折起的一个折扣，我们先给75折哦。对，所以75折是75折，75折。到我们的仪式，那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局长，有请我们的局长。那还有3、2、1，新北传产创新金银珠宝从诚实标示，那我们一起推动新北市珠宝金饰的诚实标示，开上新北市金银珠宝产业的新纪元。我们诚实标示999，让爱999，诚实标示很久远，金饰买回家永留。